是你指的正对的他路上啊，正对的他，正对的他路上，对对对，那你不要照那，照那不清楚的，一定要照这里。哦，一定要照 照这边的。对对对，我是说你照着它，直的照。对对对对，直的照会比较清楚。哦，好。哇，都在三四，这表示很好了，哈、啊，没有六的。六五啊，哦，不多嘛，哈。哦，这有五六哦，五蛮多的，还有很多六，蛮多六，哇、哦，这么多六，四五六很多、哦。讲完了吗？我还没讲，我说你看得懂吗？我看就是看不懂、啊。看不懂啊，就硬皮症刚有讲过了，就是你有一些过敏的物质嘛，哦，然后再过来是什么？海绵体细胞的，那个是。血栓性。大概是怎么样？哦，你这个另外一个哦，血液的循环也比较不好了。哦，血液循环不好。血液循环比较不好哈、哦，像贫血，我刚刚也有讲过，你静脉那边也比较不好哈、哦。嗯。那贫血是一样哈、哦，还有那个海绵胚细胞瘤哈、哦，海绵胚细胞瘤这个地方我讲过，就是肌力有在减退的现象。肌力减退。哎。哦、血管有发炎的现象哈、哦。还有再切割一下你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。嗯，这个是在亚健康状况的哦，那自己要控制一下哈、哦。嗯，好像这边有过敏的体质嘛，哦。嗯。轻微的动脉硬化了、哦。嗯。哦，平常要多运动一下。这是在讲脑的部分了。对，脑神经的部分。嗯。嗯这个心脏的部分哈也是一样哈，这个心律不整哈，这个就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心悸的那种感觉哈，有没有是平常有没有常在运动？有。哦，做哪一些运动？瑜伽。哦，瑜伽哈，瑜伽是游泳比较，脚游泳会比较好的哈。嗯。那另外一个心绞痛是跟这个狭窄比较有关，不过你的狭窄是已经到0.8了，哦，这个0.826是还 OK 的。那但是主要就是控制你的那个血管发炎的部分，肠子的部分哈、哦，第一个是所谓的蠕虫入侵哈、哦，而且这个指数已经到0.842。所以肠子的状况还 OK 啦，蠕虫入侵是表示有寄生虫吗？厌氧菌呐、啊，厌氧菌比较多了哈、哦。嗯。像这个有些肠道菌失调了哈、哦，那运动困难这个也比较轻微了哦，已经0.93哦。假如说刚那个比较在0.45以下，你对那个便秘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。哦，了解。
这还好哈，好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